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他之声关注1月8日，缅怀周总理逝世42周年，人民想念您。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在京逝世，享年78岁。周总理一生没有子女，没有房产，没有墓地，两袖清风，鞠躬尽瘁。他的伟大人格令人敬仰。今天是我们周恩来总理逝世42周年纪念日，让我们一起缅怀敬爱的周总理。当年送您的十里长街，如今已是十里繁荣。这盛世，如您所愿，山河犹在，国泰民安。今天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2周年纪念日，音容犹在，丰碑永存。50多年革命生涯，26年总理任期，日理万机，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离去，骨魂洒向祖国大地，身后没子女，也没财产，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。正如著名作家冰心曾评价的，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，他得到的爱也最多。透过一组周总理罕见照片，一展泱泱大国总理形象，仰视继东方伟人风范。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，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，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柏林，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，这是他们结婚期间。留影抗日战争初期的周恩来，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周恩来，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，1955年4月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，他提出了构成国际秩序一直沿用至今的外交准则。1957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，正值海棠花开时，他们都喜欢海棠花。1971年的周恩来，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报并做政府工作报告，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一直放心不下，长街静穆，万民伫立，一颗心，一片翻腾的大海，一双眼，一道冲决的大堤，多少人喊着你扑向灵车，多少人想牵动你的衣襟把你唤醒。是的，理应一月的哀思，人民曾哭着希望周总理能够醒来，可奇迹没发生。周总理离开42年了，可他从未走远。中国有他，是国之幸运，是百姓的福气。少年，他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；青年，他两度远赴重洋，又回到看似毫无希望的中国。他执着探索黑暗祖国的光明出口。蒋介石曾以高官厚禄邀他加入国民党政府，他毅然拒绝。无论环境如何恶劣，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在他心中永远闪耀。终于，以毛泽东、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，周恩来当了总理。但他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，他最缺的是时间，他通宵工作是常态，他病倒了是癌症，可住院后，尽管脚重的已穿不进鞋，尽管他深知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会让病恶化得更快，可他依然接见外宾，依然放心不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，依然病床上办公。是的，他有柔情。曾经他去邢台视察地震灾情，他讲话前突然让群众起立后转坐下，因为他发现群众是面对西北风坐着，让百姓换个角度，是为被风，他自己迎着风，而他也只穿了件薄呢子衣。曾经甘肃省定西连续22个月末下大雨，数百万人缺粮，数十万人缺饮用水，他泪眼婆娑，自责总理没当好，他把柔情给了人民。是的，他智慧儒雅帅气，当年出席日内瓦会议，他非凡的领袖风范令在场的外国人折服。是的，当年贫穷中国想站起来谈何容易，若没有他，中国可能就会在世界上遭冷遇，大陆经济困难，美国妄想趁机积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，周总理只是中方代表警告美国，台湾反攻大陆之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日，美国不敢再妄想。1960年印度挑衅，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吗？
他说，自古就是，至少在元代就是，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，如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，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历史，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国家呢？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，日本不以为然地说，侵华给中国添了麻烦。周总理提高声音，那么多伤害，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，一点反省没有，不能接受。最终日本低头，侵华写进联合声明，他纵横捭阖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相继建立了友好关系，他同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，促进中美联合公报，发表中美关系破冰，他用智慧挺直了中国脊梁，为共和国赢得了尊严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，中国如果没有毛主席，就不会燃起革命之火，如果没有周恩来，就会烧成灰烬。英国前外交大臣说，你们早晚会知道，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。印度印中有协会常说，在国内要能多几个像周总理这样的领袖，国家就好了。逝世前，周总理他把秘书都叫到床前，虚弱的他从被子里伸出右手，以示平等，说向家里人问好，说我累了，说完陷入昏迷。过去秘书们从来没听他说过累，我累了是周总理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他累了走了，去世时瘦得不足60斤。料理后事，负责治丧的同志看警卫员拿旧衣服给总理换，卖穿这身旧衣服走，良心哪去了，为什么不拿一件新的，警卫员哭着说，这是最好的一件了。总理嘱咐死后不要买新衣服。总理逝世，毛主席眉头紧锁，慢慢闭上眼，泪一直流到脸颊。总理追悼大会头一天，毛主席审阅悼词，不停流泪。是的，周总理走了，身后没有子女，没有财产，没有骨灰，但却有今日中国，日建国富民强，如他所愿。今天是周总理逝世42周年，深刻缅怀，一起观看纪录片《十里长街送总理》，此生无悔入华家来生，愿在众华家来源。新华社、冯站长之家等平台部分文章来源或改编自互联网及其他公众平台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权益或版权，请及时告知我们，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。